真的要拿出来了，谢谢。哇哦，刚鸡出炉哦。那个哭声，那个鸡的要快。你看这么多瓮缸鸡哦，要出炉喽。带大家来嘉义大埔，这家名字叫做竹香园瓮缸鸡。看哦，瓮缸鸡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瓮缸。然后呢，现在早上11点不到，烤好了，这么多哦，就表示它的生意非常好哦。有没有想要流口水啊？嘉义瓮缸鸡，有没有要去茶山路过这边哦？瓮缸鸡，还有笋壳鱼耶，这么多笋壳鱼耶。我们坐哪里？哦，场子好大哦！等一下，我真的大开眼界了。一只半，请问这是一只半吗？这是一只，哦，这是一只哦，一只半，哦，一只，一只半，我们待会会再送半头给你。好，然后这是鸡骨头汤哦，这是鸡骨头汤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鸡油要拌饭哦，它有特别的叮咛跟交代哦。它铺的好漂亮哦，哦，哦，哇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哦，难怪你说你一个人可以吃半只哦，嗯，而且你这样动动好香哦，香的要命，沾着很好吃哦。哦，好，吃饭了。本来不饿，就看了都饿了。还好我有建议你们，一只半。对呀，为了打架。一只半。哦，所以半只比较整齐啦。不过它每一个都是写鸡油要拌饭啊。它这个立牌是很清楚的告诉你，半只看起来好像是用斩的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也很好看，嗯，也很好看。干妈点的，很多重击，我知道，很有名的那个阿妈，阿婆湾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知道阿婆湾？我们也可以去买饮料啊。有啊，在啊，他会骂人那一个吗？对，笋壳鱼来了，我们点了一个笋壳鱼，水库笋壳鱼哦。快点高铁了，谢谢啊，慢要，谢谢。水库笋壳鱼哦，笋壳鱼这几年好贵哦。不知道这一尾多少钱，不过没关系。今天老板请客，瓦金大概加了。古早味笋壳鱼哦。要不你哦。这里有两个服务让客人很开心，一个是加汤服务，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续地瓜，而且只能续一次哦。有没有很 happy？ 很 happy 哦。地瓜好吃。就是很多重击呀、啊。一开始也觉得很特别，但是越来越多。因为这样子看不出来这个路的蜿蜒程度，因为坐在车上。然后呢？可是你往这边看就知道，你看这个地图就知道路的蜿蜒程度，你立刻就有感觉了。你坐前座应该比较还好。还好，我自己以前开车，所以我其实还就这样子，大家有没有比较清晰的感觉到？我超车了，我超车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哦，所以他在我们后面很久了啦，他忍不住哦。忍不住了，嫌你 BMW 慢了，哦，压了压了。